OK， 嗱呢个只要唔好麻痹啦，唉，应该冇事啊，嚟啦我哋星尘回忆录，睇下先，157万啦，咁赢啦系嘛，搞掂，咁啊赢咗啦，咁我哋临尾玩下化石撞晒有成嘅，哇！唔系啊嘛，哇吓得我啊，真系考惊惊啊，真系咁啊，咁啊比我想象中易打喎，又真系，虽然系要打耐啲啊，大家见到，但系就全程我觉得都几轻松啦。呢个爆唔爆得死佢咧？唔知。咁啊，其实几爽快咯，我几中意佢呢个绝招，因为叭叭叭叭叭咁样搞掂，哇搞掂埋，应该都超速到，应该得呢个角度咧，卡卡佢先。OK， 哇正啊，卡爆你八婆，我第一次咁样卡到靓，唉唔食心住，一下搏一搏我哋，冇办法，出翻嚟先系啦。OK， 靓位，喂顶住啊，顶住，哇呢下唉大镬，奶屎啦呢次，唉天亡我也，顶住啊！哇黐线，咁啊真系天命啊！呢啲冇得讲啦，个真系天，个天都系要我赢。我乃天命之子。还好，马鼻完美啊，契弟 ，OK 啦。咁去到去喐翻，其实呢下就唔使食心嘅啦，但系就系啦，唔使食心嘅，因为变金心。喂，唔好喊出嚟。最后机会啦，咁呢度一定要开绝招啦，就我宁愿偏上都好过入咗黑洞喺度，咁希望就搞掂佢啦，因为如果唔系好危险啦，再拖，唉，啱啱好搞掂，咁虽然佢自己就棘死咗喺嗰度啊，但系就嗱有机会摄埋嗰个蒲公英上去，咁就变咗三只都系卡墙可以，系啦，睇得唔得啦呢下。哇靓啦，我唔知边只卡到啦，可能系童子卡嘅呢下。即系啲金心都唔使食，我哋直接 ban 咗个绝招，系啦，杀埋佢啦。咁啊，回埋个血。开俾天，呢下开俾天狗，天狗又反重，杀到啦话，你咁都杀唔到，唔会啦话。哇！終於過到啦，飛貨金隊啊！哇，傷都唔鬼索啊，唔叫啊！片落去呢下应该都扣到，我估扣一半以上，以我经验系啦。哇哇 ，O 嘴咩事啊？咁我经过呢下绝招嘅时候，明白咗两件事啊。首先就其实我是经验不够，我第一次打，因为八期两下绝招，第一就是在啲小怪未清晒的时候咧，啲小怪嗰啲会顶住晒我号令技啲队友啊，完全发挥唔到八期绝招的威力啊，咁所以就尽量要在清晒小怪的情况之下咧，先好开八期的绝招，如果唔系就好似我咁啊，两个绝招都开完都好似完全冇打过咁样。咁另外第二样嘢就係八旗嘅号令技呢，咁就队友撞回复墙，我发现係唔计嘅，即係要係开技嗰个八旗本人撞先计嘅，咁所以啱啱我最后嗰下係完全冇回过血嘅。
盡量慢慢呢下，等佢睇下，我諗下先啊。向上下啦，係啊，等西王母可以翻翻過嚟，但係個角度唔好太大，因為佢上面嗰兩隻會一排開，咁樣就 OK 啦。係啊，唉，過關啦，終於過關啦，唉，嚟到呢個37分啦，咁啊，終於成功第一次過關，咁希望跌一隻嚟啊，大佬。真系唔想再打多次，其实咁啊！大家见到其实咁辛苦过关都系俾三只龟。问啦喂，即系我一定我就回满先咯，我选择咯。咁王者五弯倒数，我觉得唔需要急于一时啊，保命要紧。即系其实如果四只都系你自己用嘅时候咧，你就唔会，因为我见联机好多人好中意表现自己嘅技术或者输出啊。好似有貢獻咁，但如果四隻都係自己用嘅時候，你就唔會咁樣搶攻，因為四隻都係自己噶嘛，所以你就一定會四隻都會好有部署地自己喐嘅，即係你單拆得多，你係明我講乜嘅啦。同埋聯機，即係你發覺有啲人係一定要打，一定要去即係卡王又乜都好啊，但佢就唔會做一啲比較輔助性角色要會做嘅嘢咯，即係咁樣好似冇乜。冇乜機會表現到，但如果四隻都係自己用嘅時候，咁就 OK 嘅。咁啊，昆蟲王我絕招好多人話廢嘅，咁但係呢啲情況，咁我問你一聲，法官大人開唔開？一定開啊，係咪先？廢還廢，你都好過咁做。你亂開得㗎啦，呢下你打到佢剩翻，我諗你點開都打到一半嘅，即係唔使諗啦。呢啲你諗得多傷腦筋啊，求其開咗就算啦，係咪先？最多咪即系打多弯咧，都系冇乜所谓啦。呢关呢个位，但如果你发觉急唔嚟嘅话，你就唔好急啦。咁我求其嗨嗨先，杀一只小怪，因为佢左右两个嗰、那个嗰啲盾啊，同埋比特盾咧未走嘅话咧，你系好难穿到上去嘅。咁就唔好急啦，我哋嗱呢弯唔好杀啦，嗰只怪。咁我嗨一嗨佢先，削一削血 ，OK 啊，杀埋两只怪添，非常靓啦。下班兩隻反射，咁啊，大家識做噶啦，係咯，咁咪我哋做嗰啲實而不華招式啊，上下彈，咁啊，確保佢一定死先我哋。咁啊，跟住到右上嗰只白旗喐，咁啊，非常輕鬆就清曬兩隻噶啦。咁但係留意呢個次序嘅，因為你兩反兩貫咧，啲怪你見到右下嗰只其實係一定食噶啦，嗰個下運石。因为而家两弯都是贯通啊，我一定杀唔到嘅。咁啊，问题不大嘅，而家呢个环境，因为都清晒啦，系咪先？我净可以慢慢回血。咁但系如果平时你就要非常要计清楚佢自爆嘅弯数，你嚟唔嚟一次杀啊？系啦。咁而家因为我而家清静佢，我轻松硬食一下都冇事嘅。谂留意呢个游戏嘅设定，你打啲怪系。你打到佢冇血，佢系唔会即刻消失嘅。咁你大约要0.几秒冇人打过去，佢先会消失嘅。咁啊，点解所以号令技系要清晒场先开呢？因为如果你有小怪喺度咧，就算你用号令嗰啲 partner 打死嗰啲怪咧，因为啲小怪系唔会即时消失嘅，因为你系咁有嘢打佢啊嘛。咁啊，变相就阻塞呢个交通通道啊，咁啊降低晒 partner 嗰啲速度。咁所以就最好就喺冇乜小怪嘅情况之下先开号令，好似而家咁，系啦，咪真系乱开咗100几200万其实，系啦，咁啊打环慢慢嚟啦，嗰两只贯通应该就俾人封住咗，喐唔到啦，咁就系正话，哇，哦，冇太突然咯，冇咩嘢好讲，即系我连八旗嘅绝招都开唔切，开先。撞一下，蓝白未爆一下两下爆啦就系、是，咁啊三下爆个盾，咁因为食咗剑啊，我唔知其实系咪三下 exact 嘅爆盾啦，咁大家见到个盾系爆到嘅其实，咁啊所以你用人梯打俾三门天就千万要小心啊，个绝招唔好乱开，你熟悉咗打法你先好咁样玩啊，咁啊鹰就杀呢只先。
有少少含冇嘢，应该系我眼花啫嘛，系啦。不过嗰个人妖系拣咗嗰个有击俾白旗，咁应该白旗系一下就可以杀到怪嘅，活三只嘅啫，所以你就打死四只以上，咁就其实有条有个空位俾你嘅反射上到去嘅。果然唔系眼花，点解嘅？点解鹰一下杀唔到小怪话啱啱真系好似？但我粒种子已经系同族加2000攻噶咯，冇可能。唔系话有啲唔对路，咁样好麻烦喎、啊。跟住到八期就可以杀咗左上嗰只，咁啊都几靓啦呢个组合。系啦，系啦，咁啊杀咗佢先啦。谂下八期点样杀上面嗰只有两个方法嘅，但我就会用最简单嗰啲方法，就系上下。系啦，因为冇技术嘅人就唔好搞咁多花神啦，即系唔好搞咁多角度啊。系啦，我啊简简单单上下左右咁啊杀咗啦。咁如果你有自信，你啱啱讲下可以卡场啦，系啦，18个，喂，唉，濑屎啦！大家见到粒种子嘛，我俾佢 fit 咗啦又，唉，同族加速，我顶你个肺，仲要 L， 我以为我真系见到同族，我以为肯定系加攻啊，真系。因为点解我要睇咧？我就啱啱讲下点解白旗杀唔到只小怪咧，就系好奇怪啊！哦、即系我呢场系俾两样嘢 fit 咗，第一样我就以为只阿英可以一下杀到小怪，第二样我就俾人妖粒种子 fit 咗，真系，我多谢晒呢只，边个挂啲咁，边个挂嘅只人妖，你挂只咁啊，咁你又挂只加速嘅人妖出嚟，真系，唉，俾害死，害，咁起码开咗绝招听下配音都爽下都好啊，系咪先 ？OK。开埋佢啦，冇烦。嗱呢度可以试下咁啊回血，因为我惊我唔开呢下冇机会。嗱大家见到系回到血嘅，哇食屎啊卡入去。咁即系春丽嗰个呢类咁嘅陷阱咧，就唔包括呢个回复墙嘅，咁大家就可以放心使用啦。我倒数系三弯啊，下底三弯我要杀，如果唔系三弯开大技。咁但系就有两弯啊，两弯都杀唔到咁少血，我抵死嘅其实。喂。你唔系呢个时候玩呢啲月光宝盒啊，大佬！喂，好叻喎，咩事啊？喂，哇，唔对路喎、啊，我惊咁样最能失败濑嘢喎，咁样。咁我哋嗱，稳阵啲啦，我哋稳阵啲就系，咁我哋都系唔得，咁我哋 Q 咗佢先啦，再开个，我唔想临尾嗰下咁样撞伤害逼死啊，大佬！咁啊，小心使得萬年船啊！睇下重開會唔會都係咁咧？我死都唔會喐噶啦！如果叻到咁，我真係喺呢度小心揀錯否嗰度位，因為係咁狂點嘅話咧，就好容易撳錯。咁呢度提一提大家，真係睇下先。喂，唔好玩月光寶盒 ，OK， 搞掂。係啦，嗱，冇事啦，而家喐得翻啦。咁我哋要頂死嗰只小怪，其實我想 OK。差啲，喂，只小怪未死喎，濑嘢啦，咁都 OK 嘅，赢咗，系啦，呢关就胜负关啦，咁都输就冇得讲啦。咁啊，成功用，应该就做我以我嘅智力应该杀，哇！呢下做乜鬼？等先，系啦，以我智力应该就杀唔到两只嘅可能，哎，杀到嘅，咁啊啲真系乱弹搏上去嘅，其实讲真真系，系啦。咁上杉谦信其实我俾佢食咗呢个同族加攻啊，加2000攻啊，系啦，咁佢嘅攻击力就达标噶啦，咁就啱啱好可以杀到呢个贯通怪嘅，系啦，咁呢个就系可能因为你知道大家知道木属嘅反伤贯通就除咗昆虫王，其实基本上都系要抽蛋先有啊，即系例如我最中意嘅西王母啊、世界树啊。咁啊，同埋我唔中意嘅妖精王啊，都系要抽蛋先有嘅。咁啊，有啲朋友真系可能黑仔咧抽唔到唔奇嘅。咁啊，所以就咁当然上杉都系要抽噶啦。咁但系你话只只都抽唔到，咁咪抵你死啦，系咪先？咁啊，你求其有一只都 OK 啦。有啲后悔添。咁以后咧，开先啦，稳阵起见系啦。咁因为下弯有八旗加人妖嘅绝招，应该够用啦，系啦。必杀蚊 K。系啦，自己打翻自己，唔该。OK， 系啦，咁我哋趁佢喐唔多，我哋慢慢去
慢慢凌辱佢啦，系啦，我哋回咗血先啦，系啦，贯通啊呢下，记得系，系搞掂。咁啊，即系其实代表三只反射系过到嘅呢关，系啦。咁啊，但你都知道我系非常之推介西王母。咁呢下明显系弹得衰啦，系啦，真系明显系自己弱智，咁所以搞到呢个危机啊。咁啊，武尊呢度就唔使开忌回嘅，咁啊上下弹应该都回到大半噶啦。咁啊加上黄下弯唔打唔打知啦，讲咗好多次噶啦。西王母，嗱呢度就我哋开个绝招俾佢先，希望可以打到日伤啊。因为我食咗把剑嘅威力系非常劲，系啦，一顶杀埋，咁啊嘥咗粒石啦，嗰粒石我谂最少100万啦，有，系啦，咁啊由佢啦，算啦，系我自己冇谂过啲友情技可以杀到佢，成97万嘅友情技，啊，哇大镬呢下，哎呀双技死啦，死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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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咁呢度一定要杀，呢弯我佢唔死就我死，呢弯佢白爆啊好似。加埋呢个导引弹，咁希望搞掂佢啊！唉，